那在现实世界中呢，我们其实是靠着我们的这个身份证来证明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身份的。那么在真实的我们数字世界里面呢，在互联网里面，其实我们还有我们的数字身份。那我们天津实验室保证的安全呢，就是保证大家在真实世界里面的身份和我们在数字世界里面的身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把三种技术进行了结合，这三种技术是我们现有的安全技术，还有我们的机器视觉，还有我们机器人技术，我们把这三者呢有机的融合为一体，同时呢打造出了全球领先的我们叫数字身份检测认证平台。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精确度非常高，它实现了毫米级的这样的精度，并且在测试过程中零人工干预。所以我们也是想通过画外滩这样一副非常精准的画来体现出我们的这个测试精准度。 看视频，上澎湃。